三次三，你不住了我家，那男人已经走路了。哎呀，什么那么倒霉啊？是我们家，有个扫把星，差生当大门口，你还被他扫出去。不能查。哇！我怀孕。现在我们需要再等多几年，再做打算。你不会是不要这个孩子吧？断掌的女人，星期一晚上7点，8频道。